听起来是，就是，就是有时候在你在某些状态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比较不需要人家跟你说那些就是安慰的话，而是需要真正的在旁边的陪伴。我就告诉你说，哦，一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可是告诉你说，就算没有好起来也没有关系，然后就是。知道还是会有人在你身边，很重要。为什么让别人好受？Bye.